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都是因戏生情，比如说冯绍峰、赵丽颖，还有罗晋、唐嫣多次合作，有达到恋人状态，水到渠成。而一直是娱乐圈恩爱典范的邓超夫妇，则步入婚姻殿堂多年，宠爱如初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这些生活中满满 CP 感，剧中和现实中都是一对的甜蜜恋人的合集。这第一对就是邓超和孙俪，这对综艺感十足的夫妇，从2011年结婚至今，他们一起走过太多，不管是幸福像花一样，还是同样经典的甜蜜蜜，早年的合作剧目名字都透着一股子甜意，仿若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状态，他们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像花一样甜蜜。第二对罗晋唐嫣，他们合作的每一部剧里面都承载着今时今日满满的回忆，从开始的乱世佳人的曲折相恋，到大婚后的宠溺日常，五部剧一点点见证了他们的相识相知或相恋相守，他们的恋情粉丝很有参与感，见证着女神一点点动心，走向自己的骑士，自己的王子。最后这一段是冯绍峰和赵丽颖合作十年，终成眷属。赵丽颖能够被全网封为励志女神，这显然和她一步步的努力踏实有着很大关系。从最初的《佳期如梦》等剧，她只是排不上号的女恩号，再到一点点可以足够从容自信地站在心上人身边。热播剧《知否知否》在一个古言的世界里描述了他们的幸福，现实中的他们积极撒狗粮，还分享为人父母的喜悦。你最喜欢其中哪一对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